3年了，我终于回到了我的家乡。乡亲们、同学们，3年前的今天，我爸说我一事无成，我一气之下离家出走，在外打拼。今天我挣钱了，我回来了。我就是要告诉老头儿，他对我的评价是错的。我爸这个人呢，特别的倔强。 他从来不主动给我打一个电话，我呢，性格又随我爸，我比他还倔，他不给我打，我也不给他打，导致3年我俩一个电话没有，现在，我给他打一个吧，是吧？打一个，打一个。哎，爸，我挣大钱回来了。 还有个儿子呢，不是，爸，你别生气啊。这次给你打电话2件事，一是告诉你回来了，二是那个咱家在哪儿住来着。老头生气了，没事儿，问我老叔。老叔啊，哎，咱家住幸福小区7号楼3单元啊，还是8号楼3单元？月亮湾。 眼镜蛇，到！我让你卖给老头那药，你卖了吗？卖了。但是没卖出去呀。我是我就纳闷了，你给人家当女儿1年了，一分钱没骗到，我怀疑你是骗老头去了，还是被老头骗了，还是在那骗我呢？不是，老板，我今天肯定把钱骗到手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今天再骗不到钱，我就派别人去顶替你。你不，这咋骗呢？ 大萌，哎，爸，咱们家马桶又堵了。你是不是又往里扔茶叶了？我这回可没扔茶叶啊。那你扔的是啥？茶杯。你咋不把茶壶一起扔了呢？不是我寻思那玩意儿碎了就能冲下去吗？那能冲下去吗？哎呀，我联系物业了。物业，那啥，爸，你快来。怎么了？那些都不重要。嗯。我说个正经事儿啊。咱们父女俩认识也有1年多了吧？1年零3个月。哎，这1年通过我的观察，你一个孤寡老人，别说天天找人陪你了，就给你打电话的人都没有啊！哎呀，我习惯了。哎，那是不是我每天累死累活，洗衣做饭，是不是我忙里忙外把活都干？我呀，就把你当亲爹一样伺候。 我对你好不好？好。那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药不买。爸，我那药多好啊！高血压、高血脂、高血糖、心肝脾肺肾、脚气和肛肠，不管是啥病，它都能预防。关键这些病，爸都没有啊。爸，你咋那么犟呢？ 我天天给你洗袜子，你有没有脚气？我不知道。你看看我的手，啊，哎呀，你那个脚气膏，我当护手霜抹呀。你就把我药给买了呗。嗯，好，咱不说脚气，咱说，爸，你吃了我的药对脑子好，增强记忆力。那我要是忘了吃呢？ 你吃了就不忘了，那我还是想不起来吃呢。那你吃了就想起来了，那我再忘记吃呢？你净给我整那些没有用的。那我的药，我一点点的为咱家呀，藏牛做马的，我多不容易呀。行了行了，傻丫头，啊，看看你那个手机短信通知。<笑> 啥也没有。哎呀，玩我呢你呀！
你这是干啥去啊？给你取钱。哼，真的假的呀？啊，爸，三万千万别取错了啊！你去，你早去早回啊！外面的冷，你就把这个围脖，你全捂紧了。主要是外面骗子多，家里就有一个。我就喜欢这样的猫。 老板，我是眼镜蛇，老头已经去给我取钱去了，不要再派人来了 ，over。 好运来助你头，哎，来了！三年了，我终于回来了。对不起，走错了。你有病吧？对不起，对不起啊。 啥人呢？这是，好运带来了，刘喜，哎，来喽！哎呀，咋又是你呢？我问一下，这是月亮湾一号楼101吗？是啊。何宽在这住吗？对呀。爸，爸，看看谁回来了？爸，出来看看谁回来了？看看我给你买啥了。 那不是不让公司派人了吗？是不是质疑我业务能力不行的？快点，老头出来，看看谁回来了。你站起来，吵吵啥呀？老头出去了，有你这样的吗？进屋就装儿子？啥是装儿子？你可能吧还不太认识我啊？给你介绍一下，我是这家的儿子，这个家呀我也是第一次来。 你看，这是给老头买的东西，我这兜里吧，不是我跟你说这些干啥？不是你谁呀？我来这儿一年多了，老头已经是我的人了。回头，这还有呢。 这同行是新手啊，上来就整这么贵重的礼品，这不冤大头吗？老头是他的人了，这是我爸找的后老伴儿吧？<笑><笑>明白了吧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明白了，你就拿着给老爷子准备的东西，赶紧走啊！越快越好。是我的不对，是我的不对，不光老爷子有，这个。 您拿着，务必收下。你给我钱，孝敬您的。你给我10000，不够。20000，3万，真没了，就3万。哎呦我天哪！啊。 那个，哎，冒昧的问一下，我怎么称呼您合适呢？爱咋称呼咋称呼。这年纪，我叫妈不太合适吧？叫姐也不行啊，叫妹妹也不行啊。嗯，我以后就称呼您为您吧。从未听过如此动耳的称呼啊！动耳。 刚才呀，是我瞎眼了。我现在明白了，钱我收下，你留下，我走以后这个家全是你的。不是，哎，您去哪儿？不是您去哪儿啊？啊！老头一回来看见您走了，我算怎么回事？我不蒙圈了吗？哎呀，我唐突了，我这样我还得嘱咐你嘱咐，你叫什么名？何欢。太好了，这个姓就是你天然的优势。 这家老头也姓何，无儿无女，平时就愿意把茶叶倒腾。不是，等一会儿，有儿子呀，我就是儿子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你这份信念感特别好，就这样给自己洗脑啊。我们啊，干这行的，你今天是儿子，明天是侄子，后天是孙子，但归根结底，咱是骗子。 咱是骗子，英文叫 cheater。 你不是我 mother 吗？我扮演的是 daughter。
你是个骗子。片面了啊，咱的职业全称叫老年人财产的搬运工。这个表演确实不好。你是骗子，你来骗我爸钱来了是不是？你把钱给我，快点给我。啥玩意儿？你不刚给我的吗？什么？你赶紧给我！你要孝敬我的，忘了？欺骗我感情，骗子骗骗子。你信不信我现在报警？跟我玩花活？哎呀，你别给我没有用的啊！我跟你讲，想跟我鱼死网破是不是？破釜沉舟是不是？你我就不相信。物业，物业来了，你看你怎么解释？这咋还来个物业？大过年的，马桶堵了，你们让不让人回来？哎，物业，就在里边呢。别！物业，同志，你来的正好，咋回事呢？我三年回到家之后，我发现一个什么事呢？他啊，骗我爸，他是骗子，给他抓走！快！明白了啊，马桶没堵，什么玩意儿？就没马桶事儿，他是骗子，我是儿子，抓他！我是女儿，他是骗子，抓他！你是骗子！你是骗子！等会儿啊！一个儿子，一个女儿，一个骗子，对，第三个人在哪？骗子。就俩人儿，哦，两个人，我俩，你是骗子，我是儿子，你是骗子，我是女儿。我想不明白了，证明，证明给我看，我证明啥呀？我证明我爸是我爸呀。哎，照片，哎，这老头谁？我爸。这女的呢？我。这女的呢？我。这女的呢？我。走，不是。我上哪儿去啊？我跟你说，你现在是不是儿子很模糊？快走！不是，照片能说明啥呀？不是你，同志，你能不能看看户口本？一查一翻，是不是都有了？户口本，对，户口本能证明。户口本在哪儿啊？哎，户口本在哪儿呢？在保险箱里。保险箱在哪儿？保险箱在哪儿？在茶几下边。茶几在哪儿？茶几在哪儿？茶几在这儿。哦，对，茶几在这儿。对。哎呀，在这儿呢。来，有锁。有锁？什么锁？什么锁？密码锁。密码是多少？密码是多少？我爸生日。你爸生日多少？我爸生日多少？1960年5月25号。现在我基本能断定一个事儿，就是你肯定不是儿子。不是，哎，这什么叫我不是？不是，这生日都记不住啊？不是，那我就忘。哎，那我问你，你爸生日多少？两码事儿，我记性不好。两码事儿，快走！这你也记不住你在哪儿？真热闹啊！哎呀，爸！哎，老头回来了，来，这回证明，来。哎，爸，你给他们解释一下啊，证明一下我到底是不是你儿子。我就没你这个儿子。哎，对喽，真相大白了，你个骗子。这老头怎么还生气？关键时候老头你俩呀再也别回来啊。老头说我气呢，咱就你俩。我爸比终于回来了，咋样，钱取着呗？对了，大萌啊，我在取钱的时候啊，我碰见一个警察，然后他跟我说老年人取钱要谨防诈骗，但是我没听他的。我说我给自己姑娘取钱，我防什么诈骗？可不是咋的，那警察的话也不能都听。对，太好了，爸，赶紧你先回屋睡一觉好不好？我去菜市场啊买菜去，今天晚上咱们就八个菜四个汤，完了再喝两瓶。成了，哎呀妈！钱拿着了，赶紧跑啊！好运来，祝你好。警察，站住！哎，回来！走，过来！哎，这是何老爷子家吗？是。何老爷子在家吗？在里面睡觉呢。我是何老爷闺女，照片能证明，阖家欢乐，其乐融融。我爸生于1960年5月24日。眼镜蛇，哎，到！不是，警察同志，不是，我不是眼镜蛇，我真是一家闺女，女儿。你是这家女儿？对。那她是谁呀？进来吧，来酱啊，来酱，来，你看她，来酱。哎，警察同志。这是个骗子啊！不是什么意思、啊？抓了，我实名举报啊！行了，我告诉你，他叫何欢，这家老爷子叫何宽，我俩从小一起长到大的，他是不是这家儿子？我不知道吗？哼！
怎么你跟警察是发小啊？我坦白，我坦白，警察同志，这个是老爷子给我的钱。你还骗我爸钱？你还这个是你的钱，我一分没来得及花呢，我呀。谢谢啊，老同学。哎，老同学啊，没事多回来看看，哪怕只帮爸爸刷刷筷子、洗洗碗。这调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，改天一起唱歌啊，走。我请啊，改天啊，就这么定了啊。又回来。哎，我是谁？儿子。我是这家儿子不？我跟你说，就算你是这家儿子，你也不是个好儿子。他还牛什么牛？你说他还？真好，真好，就应该让他演那个。哎。你小子不是让警察抓走了吗？你这老头儿，你说，幸亏我回来了，我告诉你，要不然呢，你的钱呢就得被那女的给骗走，我再晚回来两天，你的房子都是人家的。你谁呀？爸有意思吗？啊？我跟你说，爸，三年前我走是我不对，啊。但是这一次我回来，我是想告诉你，你儿子挣着钱了啊，特别有钱。你这一辈子，是不是就这点钱？一万，我一个月挣三万。你是谁呀？老爸。有些日子没给你电话。喂，爸，我挣大钱回来了。我还有个儿子吗？爸，吃了我这药对脑子好，能增强记忆力。可是想不起来吃啊。